太辛苦了，对吧？太辛苦了，放下啦，好好做生意，好好做人，对吧？社会一定会给机会你的嘛。年轻人创业啊，不要怕失败啊，不要怕失败，敢敢去。你只要记住一句话，你的父亲母亲给你两粒春袋一条蕉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去创业你失败你干嘛怕呢？对吧？如果你是富二代，你的父亲留一千万给你，你要拿八百万去做生意，你会怕？那么我劝你不要创业，你拿一千万放在银行里面，一年有41万利息，那么你一个月可以有3万块的用费，你不要吃，不要嫖，不要赌，那么你的生活就无忧，到你老生老病死为止，还可以传给下一代。如果你的爸爸根本都没有给你财产，你是靠你自己存起来你去创业，那么你有什么好怕？对吧？我讲的话这样是有点没有文化了，不过有怕吗？你不需要怕啊。如果你的父亲留一千万给你，那么我劝你不要创业，你拿去银行里面吃利息，每个月拿3万多块利息，好吗？你就摇摇脚到老就可以了，好吗？如果你父亲都没有给你千万身家，是靠你自己去赚来的，你去创业为什么你要怕失败？不需要怕失败，敢敢，好吗？敢敢去创业，失败了再来，再存钱再来，对吧？明白我意思吗？这样讲有点粗鲁，可是你们理解吗？最主要理解，对吧？你要理解我的话，